两位动作可以再大一点。为了直播 ，Leo Lucky 来到高雄王金平的老家，郭台铭和王金平合体跳舞开直播，效果十足。两人的好感情也让可能搭档合作的传闻越演越烈。会聊到国王配吗？哎，不会吧？今天不谈政治。院长是一个关公的兄弟，他很讲义气。有时候陆军这方面呢，那他闭一只眼睛，我就得到很多的资源。但有没有闭一只眼？从郭台铭早上和冈山上千中小企业座谈会就略知一二。包括高雄市副议长陆淑美、义联集团创办人林义守都和王金平有好交情。外传白派和农渔会势力倒向郭台铭，都是因为郭台铭承诺要和中小企业共同拼经济。全中华民国都是每个候选人的地盘，那更何况我是来拜访我们王院长的老家。到底是我想问题是，半年前来讲，八个月前来讲，是王院长地盘还是韩市长地盘？职工高雄大本营还大开选举支票，是来踩对手韩国瑜的地盘吗？那他们现在要一个工业区的土地，我就问一问你，有那么难吗？所以，可是你要晓得，工业没有起来，农业没有起来，商住是起不来的。否认踩韩国瑜地盘，但好意给出劝告，要他远离不公不义、受别人控制的媒体。面对韩国瑜，郭台铭火力全开，要抢党内出现。欢迎收看刘维凯、洪思雨、李佳桦高雄报道。